来跟同学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哦水草它会出现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？哎，这是藻呢，啊靠，那个五花，啊个五花啊，这是藻呢，它不是树叶本身的问题呢，啊靠腰嘞，哎这是藻呢，哎水太肥啊，太久没换水啊。这个是藻呢，靠腰嘞！啊，你咪甲加加遮坐起来，啊靠腰啊！啊，但是这个啊，这嘛藻倒来，你咪甲加加坐起来，哦，这啊，这拢是藻啊！同学啊，为什么卡一个藻？敢会当甲我回复一下，这是水太肥吗？哇！啊，还好了，但是这种藻吼，你若卡固伊，它会影响到那个它的树叶，你知道？伊嘛是赶快来加入去嘞，它也是会咬进去啊。我紧来收掉个。这是我目前起水草的瓶颈，水可能是伤肥，水太肥了。哦，像这丛烂个。这张嘛用掉了，水太肥了，而且青椒个淡了个，安尼，哎，我知了，用水太肥，来，这个树叶，水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